哇，他误击88哦，这么凶哦！切了，这真的80几%，你以为你打得赢我？超强特 king 哎！胜利不代表一切，只有能终结对手的人才是真正的强。怎么第一把就没有那个？第一把就没有输啊？投胎比较快，就已经高速放弃了。OK， 先帮他拿螺丝。我觉得第一把我就是特尔了，各位，真的。第一把应该就是特尔强势登场了。哇，他误击88哦，这么凶哦。哇操，悟空加潘英，我是不是G啦？潘英凯撒路，该选夜叉了吧？这把夜叉屌打吧？你看，就我都知道这把要选夜叉，不，这把夜叉一打五啊。这把野凯的阵容是直接全部 counter 的，对位都是 counter 的。罗斯康特潘英，夜叉也康特悟空，即使他们两个对调依旧康特。那我们这边最多就怕那个洛里昂啊，但越中后期我们就越不怕。他人不知道在哪里，哎呦，点到，再来。你看一等我就直接压制了，各位，一等我就直接压制了。哎呦，他很派，他不开狂了，哇哇哇哇哇，他很凶，他很凶，他真的很凶，他直接带盾直接上来跟我硬靠哎，再来。再来啊，再来啊！爽了吗？等等，应该有机会，谁吗？哎、欸，给个视野，来，缓刀，缓烂，开点，开点，开点，哎、欸，来，再往后拉，这物级怎么感觉有点偏菜呀、啊？哎、欸，可以吗？解封了 ，nice， 一多二，再缓，普普普普，还能吗？漂亮，兄弟，小心被闪推。洛里昂感觉是上来的路上了 ，OK， 赶紧回补吧。尾刀漂亮，再来啊！哦哟 ，nice， 缓刀开干开干开干 ，A 浪 A 浪，漂亮兄弟，这波可以逃，顶得到吗？顶得到吗？好，看起来是不太行。我第一件出沙弹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件出沙弹是什么意思？还不给我买鞋？缓刀，我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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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可以吗 ？Nice， 不会死就好。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别啊，兄弟，别啊，别啊！80几%胜率是这样打的吗？80几%胜率是这样打的吗？各位，能留吗？我在看，我在看，我在看你，我在看你 ，Nice， 漂亮，舒服。第一件出沙弹，耐线是很强啦，但是你们知道第一件出沙弹，如果你是顺风可能很强，但是如果你是逆风跟死一样，你就只能拿小兵吸血，然后没有输出。哎，这个太浮夸了吧？对哦，送头的部分，哎，拉打一下，拉打一下，再闪现拉一下。谢谢志哥，感谢志哥加入会员。哎，顶得到吗？顶得到吗 ？combo combo， 我在看，我在看，我在看，还能顶，还能顶，还能顶。哇哇！你们被遛狗了，你们被卡芬尼沙滩遛狗了，还在点，哇！顺风是很无敌的，我刚刚是这样讲的，你看，没关系，队友送他们的，我们后期可以遛我们的，我只要后期射爆这卡芬尼就 OK 了。切了，这真的80几%，障眼法是不是啊？感觉上路那个有可能会死哦，哎，关一个吧，关一个吧，夜叉，救他，救他，救他！控刀控刀，关关关，都控给你了，桌球了，宝贝，赶紧输出，再来啊！夜叉刚不怎么不开大，哇，兄弟你没嘞？永被削弱，还有天花板可以看吗？当然，毕竟我是谁，永的代言人，是吗？这是必须的吧？来，我再送一个，哎，哇哇哇，80几%的胜率，各位。拉打一下80几%，这波能打哦，空刀 ，OK， 还在输出，闪现拿掉，继续收割，结束，真的直接结束，各位不多说，这个射手站位就是要这样打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80%胜率，我操，天哪，80%胜率在冲啊小啊，哇哇哇哇哇，啊，结果是他队友死，他讲救他的死，然后这个人不死。完了，我觉得这个
再喝点迷啊，太神秘了，真的太神秘了，太神秘了。等待队友，等待队友。万一我死了，这把就崩盘了。我觉得这太神秘了吧？出解控吧，出解，出解或是出或眼吧，出解或眼睛吧。真的，我在看他。好，他换了，他真的换了。我是怕你进去被控浪啊，所以你出个解，我觉得起码还有退转机制。这不有闪现，哎呦，可以哦。若里昂被暴血哦，这时候注意潘英，哎，反刀，能点，哇，我操，猴子这是什么进场？哇，神秘了，对哦。我觉得我要先清兵。他80%的胜率自己拯救，各位，我觉得他要把自己的80%胜率给送下去了。不要脑冲 ，OK， 哎，先不要脑冲，拜托。等一下，放进来一点，放进来一点，我怕猴子直接闪消我。哪只天花板？每只都天花板水吗？哎，拉回来啊、哦！除了现在特别两只啊，只有佛跟目前佛跟萨迦还不能称为天花板啊。我们人自有自知之明啊。放人进来哦 ，OK， 这波闪现了。等一下，我先收个好。你看，队友送着送着，我都弄到11000了，各位。OK， 送着送着都11000了，反刀，结束。来，再来，控刀。没有潘英位置，没有潘英位置，这波没闪现，先点潘英，先点潘英，先点潘英。等人，等人，等潘英出来，他可能还在盯我，各位，我不出去他也不会想出来，有没有？你看有没有？他在左边，我只要一出去输出，他就直接大闪进来了，他就直接大顺了。所以我这时候就不要出去，我们要当一个沉着冷静的时候。虽然前面有两只肉在让我点，但是你们要知道，我一出去死掉了，战局就又有改变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我们要打得沉稳啊 ，ADC 就是要这么的沉稳，因为我们是定点型射手，潘英只要用脸贴他即使我跟你讲，他英换掉我，好不好？他死了，那他们也赚，因为他们还有卡芬妮这种 AD 可以去输出。OK， 漂亮，知道蓝了。你们知道特尔有蓝就是无敌般的存在吗？50秒，等潘英，等潘英 ，OK， 我们猴子也点到了，我们就用大绝消耗打一下，因为毕竟我们这时候不太适合是输出 ，OK， 输出点位还没到 ，OK， 这时候他们甩过招了，甩过招就是我们可以点一下，这80%胜率送到88%啦，288助攻啊 ，nice 啊兄弟，你看我们每要压塔的时候都有一位队友会去送头。那除了送头之外，就是在送我们的节奏，是让对手你这种爆发阵越拖到后期，他们越强。猴子再加拍音，哇，这种秒杀型等级的，他们就只要出去，我就直接被秒杀。各位，你们真的觉得胜率真的是一切吗？在我眼里可能不一定了。有复活甲了，各位，有复活甲了，我再看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再点了，我再点了，哇，看不太了，感觉可以哦。哎、欸、，Hello， 嘿嘿。沉着冷静的射手，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，先点人，先点人，各位，先点人，先点人，来，能打，能打，能打，你以为你打得赢我？你以为你打得赢我？超强特 king 哎、欸，你以为你打得赢我？我先让你先手，你以为你打得赢我吗？来来，吃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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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啊，你们这么送，你们不吃凯撒怎么打得进去啊？你们这么送，你们这么送，我觉得你们得吃凯撒、啊。再给我，再给我，你看，猴子都可以杀掉夜叉了。忘了黑哦，收野收野，各位60%闪现，哎、啊、不60秒闪现 ，AD 后期等的就只有一个了，除了闪现，其他没有在等了，真的。这时候控龙了，各位控龙了，控中龙放着，不要清。如果他们，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最多清一只啦，不要让他吼了，最多清一只，不要让他吼了。啊，尾刀也是 OK 的 ，OK。这时候你要点猴子，有没有？哇！这个就是没在点人，各位，那你死了就是我输出空间，来大绝，控刀，有没有搭配他的那个，搭配他的特效技能特效结果，来开 A， 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一射五，各位，怎么没吃到卡芬妮？没事，各位，复活加起来，缓速21，再继续开 A， 直接结束，根本特天花板，各位，这把几乎是零失误啊，我队友、哦、你看死了8次的物体都能凯瑞他胜利了。好不好？胜率不代表一切，只有能终结对手的人才是真正的强，水吗 ？OK， 结束，各位，不多说。
这下我请 carry， 这下我请 carry。哎，我多刷了，小试身手，小试身手。这就是酒醒，酒醒之后的第一把，酒醒之后的第一把，各位，直接 carry 一场。后期就是打一个观念啊，打一个观念啊，各位，打的是一个观念，问题不大。这是有睡饱的主播，当然，估计我今天应该是睡了11、12、13个小时了，行。只是越睡越累，睡吗？